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老婆和妈到底谁重要？关于这个话题呢，今天我们特地来到农村来采访他们一下，看看他们怎么说。走，前面有对小夫妻，让我们一起来采访他一下。哎，大哥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小高娱乐栏目组的。今天呢，我想采访你一下，老婆和妈到底谁重要？谁重要？我告诉你，我的后半生需要我的老婆去照顾，我妈应该感谢她。我妈的后半生需要我和我的老婆去照顾，我应该感谢我的老婆。我老婆为了我一句话就抛下自己的父母来到我家，把我的父母当成了自己的父母。我父母养过我老婆吗？吃穿用都和我家没什么关系吧，就为了我来到我家做牛做马。你说我能不爱我的老婆吗？我老婆在娘家的时候被宠着来到我家，还在看我爸和我妈的脸色行事。你说老婆和妈谁重要？